最近各位都一定多了很多时间留在家里享天伦乐。李心洁这天就上载一条片，跟三岁半的孖仔彭济云和彭子贤一起整蛋糕。见心洁手把手地教仔仔整，真是很有耐心的。可以吗小子，你可以帮忙弄吗？可以。当然两位小朋友除了帮手之外，都很尽责地搞破坏了。最尾都是要靠心洁收尾啦。我觉得我是有这个烹饪的天分的，虽然第一次做这个奶油蛋糕，还有两个小家伙来搞蛋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很成功哦。好了，蛋糕已经好了，这是我做的蛋糕。为什么我会那么厉害做蛋糕呢？因为我只要吃蛋糕。